说异界的繁衍，人的思考，人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国家的有关于医疗卫生行政的创新的思维，我们今天就从云林县开始做起，拨款来立领。那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 open our arms， 最大的支持跟鼓励，谢谢大家，谢谢。国立成功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赵平新主任，那以及我们的这个前任秘书以及我们的这一个台大云林分院的黄院长那三位副院长，那成大肿瘤分院的林义务秘书，以及在座各位贵宾各位记者朋友，那以及我们在座的这一个云林的乡亲那大家好。主任秘书赵廷新，那首先跟各位说声抱歉啊，因为正好我们总院以及分院的两位杨院长他们都另有要工那无法前来，那派我来代表参加，那先跟大家做致歉哈。那我想这个成大医院从民国1994年那进驻斗六那这个服务云林的乡亲那一直以来。这个优质以及完整的医疗服务，事实上是念兹在兹的哈。那我个人也曾经在成大，在这个区域里面那要能够提供完整资源的共享是非常核心的关键。那重要的提供医疗服务的两个主要的医院，我想这是责无旁贷的这个任务。那台大医院和成大医院那虽然分属不同。但是同属于教育部这个所属的这个国立大学的这个医院，事实上呢，这个气也很好再加上呢，这个两院的院长都非常有深的这个共识，再加上这个卫生主管机关住乐观其成，我想现在是这个双星计划的话那将以往这个所谓的病人不动，医生不动，病人动以及这个的帮忙，以及这个卫生主管机关的这政策上面协助，我们能够转变为这个病人不动，医生也不动，这样所谓的远距的这个医疗照护，或是这个医所谓指导等等我想这对病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的那也是这个创造这所谓的三赢的机会那最后，我想这个场合布置得非常好了这个，那这个庆贺我们这个台大医院跟这个成大医院这个所谓的联姻合作那我身为这个双方的这个这个主婚人的这个代表之一了那在这边非常这个欢迎各位贵宾的这个莅临的指导那也祝这个计划能够成功的推展。陈时中部长致辞，掌请。各位乡亲，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那延续了刚才主任的话应该说双方主婚人黄院长跟赵院长两位好那我们应该是我们李进勇应该是证婚人了那我们卫福部应该是当作介绍人，所以今天以介绍人身份的跟大家讲两句话整个讲起来，在整个这样的状况，双星区域联防，其实他要的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我们的法规，第二个是科技，第三个是观念。那法规在卫生福利部以前都站在一个管制为原则那开放为例，法规是来帮助大家，让大家的能力可以发挥到，开放的概念也是这样子，怎么样让人尽其才，然后以够过劳但专业又能够提供给在地的。然后第二是科技科技远距医疗相关的科技产品是台湾的本钱，那怎么样一跟科技双方用异类的合作，创造台湾未来不管是在生技或在医疗上面另外一个高峰，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最后一个是观念，观念看起来是简单
但是观念事实上是很难。观念的背后代表是什么？跟信心。今天如果大家不是对自己的品质有信心，就不会把自己的资料跟其他人来共享。其实专业之间是会互相监督的，我们看得出来愿意资讯共享、愿意交换这样的一个病例跟我们的资料、跟我们的相关的处置，那都是高品质的。高品质的才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才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从今天我们看到斗六双星区域联网这样的计划里面，代表的法规在进步，医疗品质效率在进步，所以特别恭喜两院啊，还有我们县长有这么好的 support， 让斗六云林的乡亲们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在这里祝这计划顺利圆满成功。接下来我们请云林县李进勇县长致辞，县长请。卫生福利部陈部长，医师司廖福司长。双方的代表，我们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黄院长，成大医院总院的赵主任秘书，以及现场各位医疗界的先进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早安。斗六双星区域，有天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还以为是这个反恐作战的演习，那原来这个计划呢，它是在我们卫福部106年这个支持之下的一个智慧医疗照顾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在我们云林县就辅导了我们云林县最重要的两家医院，台大这个云林分院以及我们的成大的斗六分院，他们能够合作。这对云林县的乡亲来讲是一大福音啊。云林县的医疗资源相对的还是比较短缺，这个急诊的病患有时候会因为这个专业医师的转送的时阵，阮时常会叫，要送去倒位啊去吼，先去给他搞安大一下吼，拜托。这个哈，当然我们的服务是应该做的，但是呢，你站在病患的立场上，因为这个转送转诊的时间拖延，就会红掉，这个都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乐于看到台大医院跟结合透过这个区域联防这样子合作的模式能够建立到新的这个医疗照顾的服务，这是一个真大真大的进步。这除了你的专业、你的科技以外，其实我一般人咧看到是讲，真正是充满了人性化那会让病患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让他们受到最好的照顾。所以我们乐于看到这样子的模式在云林县创先来推动，也希望这样子的模式呢能够在这里奠定很好的基础，能够推动到其他更多的地方。两院的合作能够圆满成功都为代表不能跟两家医院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意。最后敬祝各位身体健康，大家新年快乐，谢谢。有许多贵宾莅临，我们来介绍今天欢迎的，介绍今天出席的贵宾，首副医师司廖坤副副司长，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柯美菲检任秘书，卫生科长，云林县卫生局吴昭君局长。医学院附设医院斗六分院林宏展医务秘书，以及卫生局医政科许淑云科长。各位贵宾，接下来我们请斗六双星区域联防成立的目的与服务的内容。部长、县长、各位长，那接下来既然是双方联姻了，那我就代表双方来说明一下。我每次在练习都会讲错，斗六双星，我每对这斗六双星区域联防到底是在做什么？
方向大家说分明。那我们都知道在云林是不足的地方，不但不足而且不均，就是量也不够，那分布也不够，其实是相对弱势。那面对这样子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如何来解决云林的医疗资源不足而且分配不均的问题。去年年中的时候，卫福部有扣一个计划，叫做卫福部106年建立智慧医疗照顾的模式，能够用这个方法来解决我们面以后，我们想到说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呢，资源共院内的这些医疗资源，大家打开彼此之间的樊篱，大家共享我们的这些医疗资源。我们目的是创造一个制度和这个机制，可以大家做联合值班的这件事情。第二个，现代的科技用远距医疗的方法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所以斗六双星区域联防翻成白话，就是要做资源共享、联合值班以及远距医疗。为什么是斗六双星？其实我们看这个地图，这个道理是非常明显。圈里面其实台大和成大两个医院就是双子星，公里车程大概是7分钟，10分钟之内我们大概可以 cover 18，我们可以 cover 整个云林的60万人口，合则两利。我们可以用三件事情来形容我们彼此的关心：第一个，我们很临近；第二个，我们很互补；第三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彼此很和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所以我们希望用斗六的这两家医院来做我们的一个区域联防的一个试点。那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叫我们怎么样子做到急重症的这个资源共享，怎么样子最后可以大家一起联合值班呢？这个联合值班的构想，其实大家已经想了几十年了，全台湾都没有人能够做到。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呢？第一个，我们两个医院盘点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坐下来跟成大仔细想，可能他缺了一点点，我们缺了一点点，所以我们找出了两个特殊的科别，一个是整形外科，一个是神经外科。那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到位，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签立了一个很好的合作协议，真诚的交往，可能是我们就开始订婚了，那接下来的动作呢，我们把这两个科别的医师都互相聘为对方的兼任 BS， 变成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从此以后，台大的医生也是成大的 staff， 成大的医生也是台大的 staff。 接下来呢，我们当然要尊重我们的长官，所以他们到定法规上所需要做的报备资源，这个东西完成了以后，我们就形成了这两个科别，整形外科跟这个神经外科的急重症医疗大水库。这个大水库做大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服务，当然就是联合值班。大家可以看到，那在这个20号这是一个礼拜六，看28号这是一个礼拜天，这是台大的班表。那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个医生其实是成大的陈思翰医师，他在这个斗六的区域，他其实 cover 是台大也 cover 成大的这些病患。好，那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刚才长官也跟大家讲的是病患为中心，往来无隔阂。过去我们常常会有 A 医院有病人，可是医生在 B 医院的状况，也许是135在那边，246在这边，那怎么办呢？过去的思维是医生不动，病人动，所以病人要往返，可能是礼拜一要从这边跑到那边，礼拜三从那边跑到这边来，病人往返造成很多行政上的这个浪费，还有很多传输上的危险。我们能不能够改变思维，翻转思考，让病人不动，医生动，成为一个事实，不是医生自己动，医生的专业能够到病人的身边。那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透过现代科技和远距医疗，让医生的 expertise 可以带到这个病人的身边。那远距医疗其实大家知道很多相关的法规，那其实我们的长官在这几年来一直陆续的开始放宽这样子的法规，所以在山地离岛偏远特殊急迫的地方，其实都有一些弹书。在104年的时候，
卫福部呢也授权紧急或重症的病人呢，可以用通讯的方式，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地方，其实你的会诊都可以远端的方法来为之。那去年的卫福部也公布了，整个云林的所有的急救责任医院都属于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所以他就提供了我们做远区医疗的一个法源。所以有需要科技，所以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要打开医疗资讯和你们的通讯。所以为了这个，我们双方的这个医师人员还有我们双方的这个资讯室啊，携手合作，做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通道。我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远端的病历系统医疗资讯，那第二个是机会向各位来展示。第一个是 SSLVPN 的跨院远端医疗资讯。既然你一中有我，我一中有你，所以台大的医生就要能够进去成大的系统，成大的系统，在科技上它是可行，它在观念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突破，哦，等于是我把门户打开来，哦，让对方可以进来看到我的病历，服务我的病人。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双方的技术人员在长官的这个支持下面做了非常多的沙盘推演，让这个事情变成可能。所以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在台大的这个端点，我们的值班的医生，阿寇的医生，他可以 login 到成大的系统去。等一下我们也会 demo 我们的陈元生医师，他事实上进入的是成大的急诊的系统，然后他可以选择适当的病人，他可以看到这个病人的电脑断层病的这个意见回照会，给予指示。这就是用医疗的大水库把这个医疗的专业带给另外一个需要的这个医疗院所的病人。那另外呢，大家知道现在的影音通讯已经非常的这个好，自己的 FaceTime 或 Line Chat 其实都已经相当不错。不过我们用一个非常高规格而且非常具有安全性的这个影音视讯的方式，然后透过这个 4G 连线建立台大和成大之间的这个双向其实影音的通讯。所以医生中间除了电话以外，可以用这个东西，那也可以用这个东西诊查病人，也可以看仔细的这个病灶。那我们启动的方式，原来这两科的医生就已经成立了相关的这个医疗群组。那当他们正式要启动的时候呢，他会透过对方的急诊发动这个启动的这个讯号，然后这个医生呢会到自己的这个端点打开 VPN 进入对方的这个病历和医疗资讯系统，然后他会打开即时影音通讯的系统。那当要的判读病患的这个判断以后呢，他可以做几件事情，他可能就远距完成这个会诊的动作，他可以决定他要亲自到对方的医院去帮忙这个病人。那最后他做的建议呢，可以有两个，就是原来的医院继续收治这个病人，就所谓的病人不动的原则为最高原则。不过有些情况下，因为这个能力或者设备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关系，病人最后还是可能会需要转诊。那卫福部在11月的时候呢，事实上也因应这样的状况，也期待我们全国都可以开始做这样子的区域联防的机制，也指定了希望从云林开始做起。那也是今天我们希望向大家来展示这样子的一个架构。那我们觉得斗六双区区域联防是一个创造多赢的这个架构，医院和病人都这个多赢。我相信它是这个国内的紧急医疗体系在这个资源运用的一个创举。那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变成未来医疗资源不足地区的参考或者是一个 role model。 我想这能够成功的最的关键，我想第一个就是大家能够敞开心胸，诚意的交往，共享我们的资源。那第二个，我们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这个资源，无论在法规和技术资源的这个通讯和网络的技术越来越发达，那法规也陆续的松绑。接下来我们希望怎么做呢？第一个，当然我们希望落实这个斗六双星，希望它可以越来越稳定。那除了我们现在的诊外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神经外科以外，我们希望其他的医师人力也可以获得考虑，例如说心导管的这些技术人员或护理人员也逐渐的可以形成大水库。那第二个呢，如果斗六的双星可以，我们
们希望云林的另外一个双子星，就是在这个湖尾有两家医院，台大的这个湖尾分院、湖尾院区和这个若瑟医院，我们也期待开始在妇幼这个照顾的部分，也开始做类似的这个资源共享和远距医疗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卫福部其实对最近在1月10号已经有公布了这个通讯诊疗的办法，就像刚才部长指示的，过去是以防疫为原则，未来是以这个开放或者是鼓励为原则。那我们也期待未来呢，这个用结合人性和科技，我们可以打造更完善的这个医疗这个系统，来照顾我们的这些需要的这个民众。那我们说明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紧接着我们将进行启动仪式。首先我们先邀请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请就启动仪式。位置接下来请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黄瑞仁院长就启动位置。接下来请卫生福利部144的位置。成大医院赵廷新主云林县卫生局吴昭君主分院刘宏辉副院长，请就启动位置。一点点的弧形，好不好？一点点的弧形。台大医院云林分院。然后，看的时候手就比一下这样子，好不好？对对对。台大医院斗六分院，斗六倒数，一，请启动。最重要就是人能够尽乡亲做最好的服务，好，然后以病人为中心，让整个的医疗品质跟效率都能够提升，对病人的安全跟最后的预后都有很大的帮助。我说像这样子一个哈，这样一个斗六双星区，一个是法规的松绑跟服务。第二是我们科技的进步，第三个是我们医疗界整体的观念的创新，我们的双星计划才有可能来启动。那这也就是说，愿意把资料开放出来，代表着医疗的体系对自己的品质是有相当的信心。
开放出来，大家对自己的品质如果没有信心，那互相监督可能得闹鬼啊。啊，能跟别人刚刚放出来，你有怎样讲？你对个也品质就有信心嘛？所以云林的民众非常的幸福，有这么好的医院，这么有信心的医院替大家来做服务。好，部长。比较大的那个伤患哈，他有时候都是要后送到医学中心，像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将来开放到这远距的那个看诊？哦，远距的看诊现在的都会有很多层的吧哈，一个是水平的整合，一个是垂直的整合。好，那怎么样跟医学中心来互相做连线？好，这也是未来的一个重点。那另外，我们云林的台大分院是重度级的急救医院。所以几乎所有的事情，他能够自己在本院都能够做好。好 ，Live Demo 啦，这个是挑战很高啦，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Live Demo。大家知道这个贾博士在 Live Demo 的时候也常常出贼嘛，然后 iTen 在 Demo 的时候也出贼了，我们已经演练很多次了。不过呢，我们当然是希望一次到位。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案例是整形外科哈。那今天呢？在台大的这个台大的急诊，有一个看起来非常复杂的手部的病患。那急诊第一线的医生，他对这个确定他该怎么办。那天晚上刚好台大没有整形外科医生，我们现在连线到思翰那边了，由我们台大的值班医生来请教陈思翰。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现在成大医院的陈思翰医师。陈医师你好，我们这里呢有一个手背严重撕破伤的病人，刚刚 X 光照过了，看起来骨头是没有骨折，但是伤口比较复杂，很多根针都暴露出来，然后请教你帮我们评估一下这伤口应该怎么处理。拜托病人手指头动。好，那再来。大家可以看到远距的哈，其实它那个是非常 high quality 的这个 HD 的这个画面，所以陈思翰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大家在眼前的这个荧幕看到的哈，在另外一套的 copy， 我们现在转播回来可能没有那么清楚。他手腕那个是他那个皮是不是？哎，是的，刚看得清楚吗？那个皮，那个皮上面那个血液循环都还不错。这个病人他的处置呢，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远距的审视以后，那他做的决策是，我们看一下，成大斗六的这个整形外科医生，他会亲临台大云林分院急诊处置，哈、哦，所以就是这个大学。好，我们看下一个，我们第二个案例是一个神经外科的案例，哈、哦，那大家知道神经外科的医生很多时候都是缺乏的。那在今天呢，成大有一个偏瘫的病人，那他们 CT 也做了，看到一个病灶，那理论上他一定要找到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判断这个病人需不需要开刀。很不巧的，那在这个周末呢，他没有神经外科的医生，怎么办呢？我们透过我们的医疗大水库，他们呼叫我们值班的陈元生医师，陈元医师现在在我们舞台的右边，他已经 login 进去成大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系统是成大的。执行的医生是陈元生的，包容的这个境界了哈。那陈医师接下来会进去看他的电脑断层啊，并且做出他的判断。那我会可以了。我们会透过这个 VPN 的连线哈，把 PACE 系统连到对方的这个他们的影像。那我们可以在影像系统上面去很清楚看他电脑断层的这个影片。那这个患者的话，基本上他看起来是在右侧的基底核有一个大约2cc左右的一个脑出血。好，那目前评估的结果是，以这个片子来看，它是没有一个中线偏移或者是一个脑干压迫。那我们可以透过视讯去比。我们现在。哎，王先生你好。哦，你好哦，我是台大斗六分院哈神经外科陈医师，那请问
你现在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吗？然后，你把你的倒数牙管我看卖一下。好好，你把你的倒趴牙管我看卖一下。好好，正脚正手牙管我看卖一下。那基本上这病人是一个意识状态清楚的状况，好，那他有一个左侧轻微的偏瘫无力，那电脑断层看起来是右侧，也是不需要动手术，所以我们的决议就是被留在斗六层道的加护病房做医疗。是大家可以了解，透过这个医疗，那大家成功的在急，那这的确是一个不需要紧急手术的小出血，那他应该可以很安全的在留在成大医院，无论是病房或者 ICU 接受内科医生的诊治。那再度的展现了我们三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资源共享，第二个就是远距医疗，第三个就是以病换的这个实况演练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但咱即摆咱是分合，透过整个合作联合互信的这一个做法，咱就一步咱就好第一点。第二点，咱有聘做检验助理资料，互相报备资源，咱会当执行这个医疗业务，这是法规的。第三，这样子，是要配吗？要安怎开立处方，要安怎做治疗的建议，啊，要安怎进一步的处理，这都要中央的卫生主管机关来帮忙。今仔日咱部长亲身到这个刀郎这个所在，告诉你。怎么样，跟院长、部长拦路很远的现在有关系，是很多机会啊。一、二，我要自拍。对，还想拍。厉害，人家自己找东西。哎呀！好，谢谢。哎，没有，来。先自拍，先自拍。你讲这个制度，你讲咱这个时候，咱来做这个决定，啊，变啦，需要咱帮忙，是不是也让帮忙？医生的帮忙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讲。我到台台到六分院的这个到六院，啊，上台到上台，我的医生会建议，这第一个程第一个程度，第二个程度啦，那边的急诊的医生感觉讲，哎，你可能你的专业整形外科、神经外科，你也是来看患者的，我得去看患者，啊，看患者当然这个是大事。诊治病人，这个两个层次，所以整个结论来讲，我刚刚这个通过，伫台湾的医疗，咱今仔日自然是真欢喜来用心来宣布，即咱的环境部卫生局的支持，中央的卫生福利部的长官也非常的支持，咱分院做台湾第一台湾，这是咱分院地区大家民众的公民，所以咱希望讲，所有分院的民众所受到的这个医疗的照顾。一旦变做台湾同好的一个指标，这是阮所有台台病院、各地分院、甲新台病院、到六分院，大家医疗人员共同的努力。咱今仔日好不容易踏出第一步，大家来见证这个历史的一刻。我是台湾最骄傲。哎，我们现在第一步，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路上啦，咱台台病院即摆的经营是 OK 啊啦，但是因为吼，咱的病床很多，所以各位记者朋友也知影，咱即摆到六院区，因为咱这个急诊室是专分流，
唯一的重度急救的人员，所以妇女们乡亲也拢知影，大病一定爱送到啦，大病这个急诊，较有法度处理，这也是事实。但是事实咧，造成的后果过严重，就是讲一床难求。这也是我今麦甲马惠明副院长，虽然在辛苦，免啦照顾咱的乡亲，但咱今麦咱阁有到人的心态分。所以咱的患者才叫你分离，较轻症的，我以前也诊断过啊，你都干那注射，诊断也较明啊。安尼咱就当专门到人的心态分离来看，迄个所在阁有一撮病，大家人若拢去请到遮的时阵，其实咱的病情。我来安尼俩。就稀微哦。来，大家来，三块。那个汤姐啊，你看。谢谢。